嗨，大家好，我系杰，咁啊，欢迎各位咧，再一次观看任和 V 嘅游戏影片。咁今次嚟玩嘅咧就系第三章，系啦，咁啊，覆诶神域。咁今次嘅任务有六个木灵啦，咁啊，同埋有温泉一个，咁啊，葵花呢啲同埋长暗咧。应该通常都会遇到噶啦，系啦，系只要留意下温泉同埋木灵。咁啊，觉醒篇应该剩翻啲六只噶啦。咁啊，玩完呢一章嘅话，应该就去下一篇。OK，咁就开始任务。前边就系马骝。ひどいありさまだな。そこら中壊されてる。あたりには義辰軍の人間だけじゃなく、あやかしまでいるようだ。義辰は道山様の集めた霊石を奪うためになりふり構ってはいられないみたいだ。早く道山様を救わないとな。急ぐぞ。早く道山。OK，まあ講完。拜一拜。喺我哋嘅第一隻木力咁近，诶，哇咩料？呢只火筒，精华所在，哇咁串嘅！呢度第二隻木力，我仲有四隻啊！睇清楚呢度。又惊俾人暗算啦，啱啱俾人俾嗰个蛇女嗰个妖怪，诶、哎，我哋揾到第三个嘅木力，佢哇，OK，我哋哇呢、這个温泉居然咁容易揾到，咁啊系必经之路嚟嘅，我哋浸一浸，哇啲木灵都喺度浸温泉，几爽啊！呢个应该系第四只木灵，如果冇记错嘅话，咁呢只咧系要打咗两座蛇嘅雕像咧，嗰个毒池咧就会降下去啦，系啦，咁你要行翻转头咧，佢就喺桥底，估唔到喺毒池下边竟然有只木灵。
劲恐怖。OK， 我哋咧揾到第五隻木力，咁啊，而家争最后一隻。诶、欸，咁、欸、啊，我哋最后一隻嘅木力就喺呢个地方，系啦。咁啊，同倒数第二隻嘅木力其实就好近啫，就喺隔篱。咁啊，全部翻晒屋企啦。喺不法分子十兵卫，咁啊阴太道特队而被雷场压死。咁今次咧，我哋经过第二章嗰一次雷场咧，咁啊。原来我都唔知道原来呢度有泥墙，佢望清楚就系呢、这个，咁啊，因为我见到佢系有态度敌对咧，所以就留意咗呢附近，咁啊就系呢只。我哋今次咧就唔好打啦，系啦，咁佢就因为敌对，咁啊应该有两次机会啩，我哋先鞠躬。O.K. 终于，哇！直接俾云核，非常好。竟然又系补伤怪，佢啱啱好似俾 Lisa。差啲唔記得咗佢俾咩動作。哇！呢、這個洞幾多嘢喎？哦，呢度竟然有隻貓，咁啊，睇三隻貓咪啊！我睇嚟准备要打大佬啦，呢一关嘅 boss 拎埋嘢开门。唔通道三大人已经变成怪物？残只猫仲喺度，开波。
咩料？真系回复得太慢了，慢一等先。几时完呢个地方啊？呢个上暗超唔掂咯，我觉得喺度。O K， 又可以打多几下。我就食药，然后再掟，然之后三角形，再掟。今次睇落 OK 啦，我冇咁快趕住。打一個飛回 OK， 斷咗一隻。陣間入上暗，先再大。以防萬一，無錯，好突，咩料？有啲難。埋佢身嚟咯，哦，佢黐纖一埋身咧就會用嗰啲大範圍，有啲麻煩。掟，再見，你死。雞食正追擊啦，風雨呢隻真係應該嘗試咗七八次左右，呢隻我覺得難打過前兩張，因為佢呢只好难埋身，一埋身咧佢就大范围，劲麻烦。不过呢只系唯一冇开到大，系啦，招打仲喺度。虽然难打，但系基本冇用到大，咁啊都几终于打完啦，佢又过咗。咁啊而家通关时间系1:48，哇，都系同。上一張差不多，但上一張打 boss 冇用咗太耐，都是打三次，呢只就打了7-8次。哇 ，OK， 繼續前進。最麻煩就是上暗咯，因為精力回復得太慢，在那個狀態下。
お主、名は？無名。ソハヤの若い衆はわしをそう呼んだ。あやかしの女と出会ったあの日まではわしはあやかしを滅ぼすソハヤの刀を打ち砕き、それまでの名も捨てた。刀の与える不死の魂なぞ生死。共に誓ったは、神妖が融和して暮らせるよう。霊石を集め、横島な者の悪用を防ぐは、その誓いを果たすため。呢个佢老豆竟然足を切ろうとは皮肉なものよ。ドサン様、ダメだったか。急ごう。後で払ってもらう。巴夫，系咪佢老豆啊？睇过佢讲出又好似系。野刀神的魂魄，睇落唔错喎。刀山大人系咪我哋呢个主角老豆？睇佢个简介就似，同埋咧，啱啱睇呢啲个人动画嗰阵时咧，佢即系个 FPS 咧，因为剩翻30，劲奇怪，唔系部 PS4 质，而系好似佢嘅 setting 有问题。唔知点解呢一代播嗰啲个人动画就好怪，但系正常嗰啲动画咧又冇问题，奇奇怪怪，跟住又多咗三个支线任务，黐线。OK， 咁啊，觉醒篇就完啦，系啦。咁終於有陰陽術可以用，咁啊有咗陰陽術，咁啊打波士應該輕鬆好多，但係用唔用好
呢个系一个考量点，因为一用嘅话咧就真系好 OP， 系啊 ，OK， 咁啊呢一集嘅淫王二就到呢度啦。如果你喜欢呢条影片嘅话，记得俾翻个 like 啦。如果唔系觉得呢个频道唔错嘅话，揿个订阅支持一下。有咩意见或者睇法嘅话咧，可以喺呢个影片下方留言。OK， 我哋下一条淫王二嘅影片再见，饮先，拜拜。